主持人红毯前后的两副面孔，走红毯前，红毯妆造后，今天换一个看秀妆，暴露了。先修眉，妆面会更干净，再用隔离均衡下肤色。泡泡咖啡去冰点，遮一遮我的万年黑眼圈。用橘色的可以中和黑眼圈，开始刷墙了。边刷边用海绵蛋拍开，小瑕疵用点戳法，再来修容。也不是不困，就是想再等等。眼镜先打个底，带过下眼睑，再上个加深色，更有层次感。睫毛一簇一簇上更自然，画个流畅眼线，眼妆完成。你不要过来啊！卧蚕用颜色过渡一整个妈生感，做最爱的半加鸡毛头就好了。